就是之前好像是被逼做的，现在是自己 set 的，而且是大家同意的。哎 ，David 你好，这两天Sam Mary 的 KPI 你的感想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很好，然后就是说可以帮我带到我的员工很清楚的了解 KPI 是什么。而且一路来是我公司是已经有 KPI 的，只是这个是全部都是由我自己在 set， 然后员工只是跟而已。所以经过这个两天这个流程的课程这个 KPI 是由大家同意而 set 的，所以他们会更用心的去完成这些 KPI 去达到它。我觉得这个是之前跟之前有点不同的，就是之前好像是被逼做的，现在是自己 set 的，而且是大家同意的而且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为什么 set 这些 KPI 的目的然后也知道公司的愿景，然后愿意配合公司去用KPI 这个工具去达到那个愿景。请问这两天的课程里面，你没有达到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期望吗？有，非常有，非常有。不过这个圈里面，包括大家有把问题提出来，然后部门跟部门之间也看到问题，然后大家有那个意愿去解决一些 cross 部门的那些沟通的问题。现在把公司的愿景放在前面，所以他们就看到那个 cross 部门的合作性的重要性了。OK， 好，谢谢你祝你成功。好 ，OK。